那个嫦娥三号不刚落月亮上吗？我得给下边守的呀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弟啊，我不跟你说了。我给月亮上好像看着个人儿，啊，我忙了啊、哦。好嘞。哎呀，这一年到头，你说也没挣多少钱，哪还有脸回家过年呢？抓紧找活吧，还是杂工了，杂工了，杂活，杂工，哎，杂工。小六妹子，是雇杂工？啊，你都会啥呀？啊，会的那是全才呀。当保吗？认字儿不？当保姆。你家那母字那么写的哈？不是，那母不就是妈，妈不就是母吗？一回事儿。还会哄小孩儿？这对我来说这是小活，哄小孩儿。你看小孩在你怀里要是闹，到我怀里一声都不带有的。那给扔微波炉里了还能有声？哎呀，这哄小孩儿啊，还会织袜子。那是你们女人干的活，我这是袜工，我喜欢袜工。呀，这干圈活是啥活啊？干零活。这你大妹子，你这不就干零活？你哎呀，天哪！你们家那铃是那么写的吗？那个铃啊？不是，那我要会写那个铃，我不就上大学带博士后去了呗？哎呀，不是，嗯，这么有才，那一天多少钱呢？哎，我们平时一天200。行，不管你多少钱，反正看你长得有点像。行，过来，跟我走吧。妈呀，大妹子太敞亮了，这没还价呢，这干啥活呀？这是。哎呦我天！啊，这是你家是吧？来，干活吧，大家。不用干活，不用干活，不用、啊、不用。跑啥去？你给我爸装儿子就行。那个妹子，我跟你讲啊，就干我们这行呢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就是没装过儿子，这活我干不了。250。它不是钱的事儿，不，本身你这250对我就是一种伤害，还给我个傻子数。啥？本身就装儿子就是够伤我自尊心的了，你就别说250了，你给我300。哎呀，给你300行不？那我干了。你进来。太敞了。哎呀，那妹子，你看你说说呗，什么个情况啊？这不是吗？因为我哥早就说好了，说过年回来啊。这刚才一个电话，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。哎，忙，这你得理解。忙啥呀？他要真忙事业，那也就算了。我哥那人我太了解了，他就是没赚多少钱，怕没面子回来，就是春节恐归症。妈呀，那跟我一样。你说我爸还不知道呢，这一大早啊，乐乐呵呵就给儿子买酒去了。我爸本来就有病，他要知道我哥不回来了，我呀真怕他这病再大发了。那你爹看着我的话，那病更得大发。我本身就假儿子，那一眼不就给我看出来了吗？你拉倒，这活我可干不了。哎，啥玩意儿？这大哥，你先别走啊！不是，我就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这你放心，我爸有点老年痴呆，一会儿明白，一会儿糊涂，他认不出来人。啊，就有时候这症不好使啊。对，他认不出来。平时给他100块钱，净当10块钱花。你多会呀！给我点时间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咱老百姓啊，今儿要高兴。咱老百姓啊，高兴。高兴，儿子回来，高兴，给我儿子买酒。姑娘，爸回来了，把你哥接回来了吗？接回来了呀。爷儿，爹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你是谁儿子？我是你儿子啊。我只是我儿子他爸，不是我儿子他爹。你走上门吧你！我跟我哥小时候就叫爸，没叫过爹，叫爸叫爹不行。我告诉你，给我点2号，我等你。爸，怕你听差了。我爸，我是说就接我回来了。是你听个爹，我回来了。真是我儿子，如假包换呢。你要不信，你拿手机扫一下我身上2维码。你也有微信呢、啊？是祖门儿。那你快点加我好友。哎，祖大爹，咱俩聊啥呀？哥，给咱爸买那礼物呢？
不，我来这我啥也没买呀、啊。搁桌子呢，随便拿一样。啊、哦，爸，我给你买礼物了。你买它干啥？花了没用钱。你看，喜不喜欢？啥呀？爸，这不你爱喝的加多宝吗？我不爱喝加多宝。那你爱喝啥呀？我爱喝加多宝凉茶。下次我给你买啊、嗯！还给你带礼物了呢。我看看带啥了。爸，你看，这酒好啊。这酒我爱喝，爱喝啊，酱香型的。哎，我记得我也买一瓶来了。我那瓶酒呢？爸，你这瓶搁这儿呢。也搁这儿呢。掉地下了。太好了，儿子回来有酒喝，我买一瓶，你买一瓶，再喝两瓶。你把你那瓶拿来。爸，嗯，咱先喝一个，这个喝了了再喝那个，行不？不行，俩一起喝高兴。拿来。爸，我看你这老头儿是不是不听话了啊？一个一个喝。那先喝一个吧。老管我，儿子，你快点坐上。哥，你坐下。快点坐上。爸要跟你唠唠嗑。你这一年到头都忙啥呢，儿子？这忙啥呀？啊，那个嫦娥三号不刚落月亮上吗？我得在下边守着。嗯。你万一有啥事儿，我马上就得上去。爸，你看我哥多厉害，都上月球了。把我愿望都实现了。儿子，哎，前两天你跟爸说你要出国旅游，你都去哪儿了？是啊，我都去哪儿了？爸问你呢，你去哪儿了？说呗，就去哪儿了？啊，爸，匈牙利去一趟，罗马跑一圈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还有阿尔及利亚、布隆迪、卡芬达、华盛顿、渥太华、墨西哥、巴达马、洪都拉斯、伊加拉瓜、也门、巴黎、安卡拉、科威特、新加坡、越南、老挝和泰国、瑞士、瑞典、意大利、印度、伊朗、西班牙、乌尔特、冈比亚、日本、朝鲜、孟加拉。妹子，我这活我干不了了。这啥呀？加钱！加不加钱？你爹太狠了，我这都强蒙了。加钱？哪问那么多呢？儿子。你上次说出国去300多个国家，这才60多个，那200多个再给爸报一遍。那你报吧。哎，爸，不行啊。爸，你说我哥一年多没回来了，问点别的吧。对了，儿子，我孙子挺好的吧？爸，哎呀，你孙子那一天那可淘气了。哥还没结婚呢。啊，爸。我不没结婚呢吗？你搁哪来的孙子呀？是爸，我看你想孙子想着急了你。着急？我跟我的孙子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抓紧时间找个媳妇儿，把孙子给爸抱回来。这30000块钱你拿着。说什么妹子？你看我爸给钱了，你我是要，是要。还是要啊？啥身份不知道啊？那我能要？爸，我哥不差钱儿，人都上月球了，能缺钱吗？有钱，爸，给你拿回去吧。不行，这是我的一表心意，你拿着。也是啊，我爸这饭。饭？咋跟你哥说话了你？啊？姑娘，你都出嫁了。爸，把你打嘴完了，你哥还没娶媳妇儿呢，这钱他拿着，你不许多想了啊！去给你哥整饭去，去。等你小妹走了，我偷摸把钱给你，咱不要告诉啊，不行。爸，你要吃啥呀？吃啥？问你哥，你还问我呀？那我得问你呀，爸，你爱吃啥？整你个硬菜，买个猪头，吃个猪爪，吃个肘子，一个猪尾巴。啊，行了爸，我给你扛头猪回来吧。行了，爸，杀猪，儿子回去杀猪。行，哥，你跟我上市场扛头猪，走。
走啊啊！你干啥去来着？我把我老妹扛出屋去吗？上哪儿啊？上市场啊。那上市场你别揣那些钱了，把那3万块钱放家，回来爸再给你啊。爸，那钱我不没收吗？你这孩子记忆力怎么这么不好呢？你小妹刚才走了，我偷摸把3万块钱给你了，不吗？是给我了吧？完了，我不没收吗？完了你又拿回去了。你看我那哪能呢？你干啥呀，妹子？你这我干不了。300块钱没挣到手，我还得赔3万。你这大哥，我可不明白不就行吗？你看看，我真没拿那钱，没拿。你看你，你别笑，害怕。你站起来。爸，让你站起来，大哥，起来起来。你是谁家的？我是你儿子吗？爸，我哥呀。别演戏了，我是老了糊涂，但不至于连自个儿子我都不认识吧？完了，露馅了。是什么？爸，你看出来了。爸呀，我哥又不能回来过年了，我这不怕你上火吗？所以就雇了他。爸，你不生气啊？对不起。爸不生气，难为你了，姑娘。一年到头也没挣多少钱，你说我也没脸回去，一回去我妈还得逼着我结婚，我就没回去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爹妈盼着你回家，不是盼着钱回家。我们都岁数大了，多看一眼就少一眼，活了不孝，死了烂叫，有啥用啊？赶快回家看看你爸妈去啊！哎，家说那我懂了，我这就回去。说实话，我也想我爸我妈。那你占地吧，妹子啊！和尚，那个说再见啊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先别走，我这钱还没给你呢，快！你可拉倒吧，我这没给你装好，你这不行，你拉倒吧，你这钱不行不行，你是我雇员，都讲好了，这钱你必须拿着。大妹子，那我就这钱我收下去啊！行，哎，这样说，你看那个这300块钱吧。就当我孝敬您呢，给您买新年礼物了，好吗？叔，还给我压岁钱。哥，您好叔啊，祝你天天都开心，身体倍儿棒。再见了，叔啊。你站那儿，这300块钱呢，我收下。